好像没看过火车的感觉，漂亮哦。请问你现在是在？这边了。你也是故意的，好，你也是故意的。他感觉就分手。
还在。我刚讲的那个，你说什么精简？我没听到。你优雅轰炸，如果还要留的话，你那个树上面你可以加一下你指导语的精简版。哦，那我就把这个字再加。我的 vlog 啦，应该是我自己很。安全驾驶，好臭。要进我美食上。